啦，準備啦，一，呢個，小心小心，呢個嚟嘅，得唔得？你攞咩？德哥，準備呢盒啦。OK。嚟啊嚟啊，好嚟啦！玩具 TV 第二十季第三集，一個風琴咁嘅陣式。哇！係啦，呢竟然只係同一個月份之內所出現嘅嘢嚟嘅，但係明明全部都唔係港文派，但係大家都要撲到周身都係嗌嘅呢啲。係，除咗依啲，係啊，會唔會係開始？但依啲都係日運限嘅，係運限嚟嘅，日運限係香港港文冇嘅陰公。係，所以變咗 ，sorry， 大家都要喺呢個相應嘅相熟鋪頭。俾錢訂啦，應該係 TV 第一次有史嚟有咁多隻一齊。第二次，上次上次有一次好多嘅，第二次即係差唔多。差唔多。係啦，咁啊都，咦，反而少咗隻喎。咦？少咗邊個啊？最重要嗰只咧，可樂 B 咧喺嗰度。跟住最新嗰啲上嚟啊！有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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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既然係咁，擺喺地下先，啲濕碎嘢就呢度啦。好，咁啊。都講講先啦，咁啊，其實我諗，如果就住一番獎嚟講咧，好少可用成品，即係仲要係 SHF 唔同部門啊 ，collector 級同呢一個即係一番獎咧，其實我冇記錯係兩個唔同部門嚟嘅，咁啊，但係竟然可以有呢個咁嘅牌頭出現，咁啊有財政跟進啦。而家嚟啦，有。其實我人生中咧係從來都冇衝動去抽過呢個一番獎嘅，而這個是令我獻出了第一次，但是估不到我第一次呢是中了那塊牌，然後中了那個珍珠雕啊，是啊，不是那些那些彩色窗影相那些，跟著之後另外就中了那個是那個袋仔，而那個袋仔是完全真的得物無所用，真的不知道做什麼。跟著那一刻是有兩分悔恨，因為呢，為什麼呢？你單隻買呢，其實我自己只是想要 Saber 這個系列，我出街買四嚿水，我中咗個袋仔加埋嗰塊牌，冇咗兩嚿水，兩嚿水，突然之間覺得自己好似做咗水魚。一抽幾多？百一一抽，係啊，兩抽二百一，咁好抽，百一一抽叫平啊，你知唔知啊？百一抽係平啊，好唔好啊？哇，係啊，出邊有啲百四蚊抽㗎，係啊，真啊。咁啊，另外本身又已經非常之受歡迎嘅影業都出咗啦，咁啊，所以點都好，我哋今次嘭嘭聲就介紹咗呢個 A B C D 上先。好啊。好，咁啊，已見到呢一個已經擺好咗嘅。咁啊，咁啊，其實本身就住呢一個一番相嗰個分別喺邊度咧？咁而家可以直接望一望。呢個盒。有個盒，我想睇下。掹埋，因為啲全靠喺入邊。係啊。嗱，呢一個就標。我講下標先啦。咁啊，本身其實佢包啲咩嘢咧？哇！係咁多。陰公。陰公。手型五隻。咁啊，另外一個主題。咁當然啦，今次一番獎嗰個主打咧，最主要都係喺顏色或者叫做透明方面落咗功夫嘅。咁究竟？你抽咁多轉，俾咗啲咩嘢你咧？咁啊，我轉一個圈俾大家睇啦。首先我買齊一分一 set， 好似六 K 以上，冇錯。冇錯啊。六千六定六千八嘅咁上下嘅，冇錯啊。冇錯。我唔知本身其實影落去嗰、那個透明度同埋上色可以出到幾多啦？咁或者我用把口補一補飛啦。咁你見其實本身佢前臂咧？是用了透明件，所以變成是在透明件上面噴回金屬色的，而比較容易看到的呢就是背脊個感覺，你給我呢就好像玩這個掌洞一樣，前面是全部上色的，後面就全部透明的，所以你看到錶的背脊呢很多都是用回這個透明黑去做，變成當然其實阿家都有講過嘅，咁本身唔會話就住個透明做得好透啦，因為你好透嘅話，你會見翻本身一啲內構，內構嘅意思就係嗰啲裝位啊，就會好鬼突兀。因為其實佢咧本身做 SHF 個 plan 入邊咧，根本冇諗住過做透明嘅，而呢套我諗係
特登為做而做嘅嘢嚟嘅，所以後面即係因為前面冇度啦，咁所以你就會見到好多裝配嘅位置都會露咗出嚟咁樣樣嘅。咁但係咧，其實咧我自己咧對呢番呢個呢些一番咧，因為大家以前買表咧會覺得啊個紅色同藍色比較魚啲，嗯，咁我就會期望其實呢 set 咧個紅藍色會有所改善嘅，嗯，但係估唔到個實際上出嚟嘅情況都依然係同原本嗰 set 一樣咁魚，冇錯，魚紅魚藍。咁啊，另外或者都係啦，鬆翻去腰帶嗰度啦，咁腰帶都係用咗大量嘅透明件啦嚟去表達翻嘅，腰帶靚咗，我覺得，之後。本身或者我反而可以咁樣講啦，佢用呢個透明嘅方法去表達腰帶咧，係更加出色嘅。咁但係亦都因為佢用透明嘅方法去表達咧，佢係可以更加偷工減料嘅。咁你見到著色方面其實就冇乜著色噶啦。咁啊，同原本嘅腰帶去比咧，細緻度低咗，但係我唔可以話佢唔好睇，因為本身佢真係用透明嘅方法表達。似乎個感覺係仲吸引，而佢嘅透明個面罩就變咗完全純透明添。冇錯啦，因為之前下半係有上下色噶嘛，而家就真係透明埋。係咁啊，影埋只腳啦，咁啊呢啲位我就會翻去用呢一個 fin 攬抹咗佢。哦，佢係個金屬藍色抹咗落個透明位嗰度。係啊，冇錯。個手指係刮嗱，我都一定要用 fin 攬噶。咁啊，見到本身腳都係用咗透明色，跟住就上面補翻一啲金屬藍啦。同個膝頭哥都見到好透明嘅，係啦。好咁啊，係咁，喐一喐，跟住我就可以介紹下一隻啦。個錶本身，我相信都有唔少 fans。如果就住本身個套電視版咧，我自己嚟講，我係真係用好中意嚟形容嗰啲。但錶嗰陣時個普通版咧，除咗手型之外，有冇跟武器嗰啲？係咪都係冇㗎？好似應該係沒有嘅。係咁啊，係咁依擺一擺個扎馬姿勢，轉一個圈俾大家睇。握下握下落啲啲，唔該曬。OK。好 fit 啦。純粹真係話就住著色咧，都係用翻金屬紅同金屬藍呢兩隻。為主色，咁就冇乜其他特別嘅顏色嘅。所有最複雜嘅顏色就攞條腰帶嗰度。好 ，next， 咁啊，時王啦。ZZZZO， 好啦，咁啊，時王就思想。咁啊，其實本身佢原版 SHF 嗰隻時王咧，我都覺得已經佢出得好出色嘅啦，即係包括埋即係可能啲，我覺得啲身形比例啊，或者係分色上色都好出色嘅。係最衰就係啲錶頭冇曬顏色咯。真冇貼紙，唔緊要，你可以去幫襯某屋去買翻啲貼紙嘅。咁啊，但係就花少自己手工啦。係咁啊，我。執翻好少少個旗子先俾大家睇啦。咁但係即係其實我就以為我可能你都出得一番相啦，你都跟翻少價差俾人啦。咁但係無奈地啊，個口係全部都冇嘅，大家唔使擔心。若然你要佢把劍，你都係要買架電單車嘅陰公。電單要把劍都唔緊要喎，最慘就係你拿上手唔襯啊。嗱咁啊，本身佢亦都係得五隻造型手嘅啫。係。非常，同埋每一盒咧都唔會有說明書嘅。好，時王咁本身其實佢個卡拉通都係黑、銀、紫、紅呢一個紅。咁啊，呢一個時王咧，你亦都見到其實外形上都係靚嘅。咁啊，因為本身佢亦都用咗呢一個即係少少透明黑咧，咁變咗佢嗰個感覺。係同原本嗰個 original 都唔會有太大嘅出入，而感覺上佢呢個透明咧係比錶係透明啲，透因為你會見到嘅嘢多咗，特別係佢大髀入邊啊，有啲內扣嘅部分都見到。其實又咁講，佢見到反而幾靚喎，大小腿都係特別有型啲。而家咁樣睇咧，你睇下可以佢透咗少少紫光咁樣啲咪只腳，你睇下。啊！阿嘉咁樣蛇盞燈即係爭好遠。咁你見到其實就住個造型咧，佢就唔係話全部地方都落透明嘅。咁一啲藍色同紅色嘅位咧，都會特登上翻呢一個金屬色，同埋當然本身一個錶帶嘅銀色係完全冇變嘅。咁但係咁樣撞翻落去呢一個透明黑嗰度咧，成件事都即係我覺得就比頭先嘅錶更加出。
咁你另外會見到本身手臂嘅clock 啦，咁亦都係冇上色嘅。咁啊，大家唔使擔心噶啦，呢一個就緊嘅。如果純粹真係話講著色嘅話咧，其實佢的而且確係偷工減料嘅。而甚至乎其實我覺得本身身上邊嘅顏色咧，嗰、那個色系都有少改變。我印象中個紫色係冇咁淡嘅。係啊，佢就特登調淡咗，可能想突出翻。即係冇咁跳啦，可能佢想同個本身個黑色咁啊變咗冇咁撞咧，就望落去個違和感冇咁大。不過我就麻麻地啦。我都覺得佢唔應該調淺咗色，因為個紫色係本身。是時王的，我即對我來說是時王的一個 signature 啦。它調淡了之後就感覺上整隻有少退色的感覺，當然它配合著個透明啦，當然啦，如果就是就著講個透明的話呢，我都不知道算好還是不好，但是有一樣東西你玩得透明的話你就要預咗，最明顯的或者Walk Up Source的腳那裡，那本身它那些真真正正的裝位啊、內扣啊等等等等的坑紋呢，喜歡的就會很喜歡，不喜歡的就會覺得咦，為什麼那麼多古靈精怪條紋的呢，這個就是玩這個透明版的樂趣。而它啤得不好的時候，你還會得到一些好像起橙皮一樣的氣紋。但是還好這一隻我就不是怎麼見有氣紋，還有本身一些成形式沒有上色的話就會有水紋的，但是暫時我見這幾隻的透明料呢，水紋的情況就很低，這個 是好彩 OK 的。有時其實咁樣睇都幾得意嘅，你睇到佢腰入邊嗰啲裝配柱螺絲柱啦，咁啊有啲似拔圓罐咁樣，都幾別緻嘅。其實有時你會好似即係你買咗之後就會睇多啲，睇透啲佢入邊有啲乜嘢咯。係，即係平時本身裝組你上個色，你就唔知道本身嗰啲裝柱位係點樣搞啊。即係其實成品都係一件即係人哋幫你砌咗嘅模型啫。咁咁樣睇嘅話，就會見一成件事就出翻曬嚟啦。好，咁啊埋齋，我又係咁咦喐一喐，哇嚇條腰帶都正喎，都係透明噶，哦，係透明都不特止，佢其實本身都寫住2018嘅，我唔知道睇唔睇到啦，睇到啱型，好，呢個係絕對 OK 嘅，咁啊係咁咦又擺一擺個扎馬嘅姿勢啦，手型我就唔換啦，因為都佢真係比較少架撐啦。咁當然，大家其實本身有時王嘅可以配翻佢唔同嘅武器喺手，咁但係一個實色嘅武器揸喺手好唔好睇咧？我覺得你都係就咁樣擺喺 display 櫃就算啦。誒，好彩時王有一把劍係透明邊嘅啫，嗰個都可以攞嚟頂下嘅。係。不過佢本身嗰個眼罩就都好靚。都靚。好，有師兄話原來可以散賣，係啊，可以散賣，好多鋪頭都會將一番相打散佢，呢啲受歡迎嘅嘢真係。咁然後佢就會衡量下價錢，就每隻標唔同價咁樣，咁你就會睇下自己有冇咁好手氣啦，然後決定到底直接買啊，定還是去抽啦。係，咁啊，抽就110蚊一抽。好，咁啊，多一句啦。既然即係個盒面後邊咁精彩咧，佢就真係連說明書都唔會俾你。佢個說明書就係佢個盒底啦，就喺度。甚至乎咧，傳説中嘅盒底。佢有啲位有啲偏屎嘅，我哋可以睇下個盒嘅側面。哇！你會見到佢除咗呢度呢幾隻之外咧，後邊仲有部分嘅真骨嘅。咁我唔知佢係其實個主題係符合於佢拉打周年慶。嘅從即係 reissue 版本嘅時候擺喺後邊啦，咁樣樣定係點樣原因嘅？定係跟住第二次嘅 SHF 到底會唔會係咧？好啦，咁啊非常之好彩嘅，你叫得呢一個蒙面超人 Sabra， 佢比其他拉打優勝嘅地方就係佢會俾埋把武器，有劍啊，劍你嘅，咁啊手型亦都多咗一個 total 係6個手型嘅。哇！呢個最抵玩。咁而呢個嘅內容就如同你本身買 SHF 嗰個嘅內容嚟嘅。嗯，係啦。咁但係咧，即係我個人嚟講，我就覺得 Saber 喺呢套入邊咧，算係最出色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大家都知道原本嘅 Saber 即係勇龍啦，即係。到底是有多不堪，即包括他那個我喜歡這句那個無限恐怖的啤色，那個啤色，但是那個無限恐怖的啤色就造就了今次了，因為他分了啤色到紅色，然後呢他就直接把紅色就變成透明，
咁啊，佢就掩蓋咗佢啡色嘅缺點之後，用透明嚟做出另一種質感。咁我自己係好滿意嘅，其實呢、這個。咁但係喺呢個滿意嘅時候咧，你亦都會見到有啲好尷尬嘅情況，就係、是、佢雖然轉咗透明俾你。咁但係咧，我只係想講咩咧？係啦，佢某啲部位咧係偷工減料㗎，即係本身喺原版度有分析嘅地方，喺呢度係俾佢 cut 咗㗎。係啦，仲要係做一半唔做一半嘅。係，摩卡麻煩你啦。咁啊，而大家所期待嘅把劍都係唔上色嘅，冇錯，係唔上色嘅。嗱，本身如果就住今次 SHF 嘅彩透嘅表達方法咧，講五隻。SHF 嚟講，我自己覺得最精彩嘅反而係呢一個 Sabre， 因為你見到本身佢成隻右手咧都係透明嘅，嗯，咁同埋佢呢一個單邊嘅我叫袍先啦，下邊用翻呢一個透明軟膠製，有呢一個透明同埋呢一個透明紅去交集出嚟咧，咁變咗成件事就出好多。華麗咗，睇下有啲似玉簾啊呢、這個，呢個比喻非常之好嘅。但係幾正啊，我覺得 OK 嘅，雖然佢似玉簾，但係即係幾引人入勝嘅啦，嗰啲半透明嘅位置嘅時候。係咁，佢本身我諗佢嘅透明件都會係集中咗喺右邊啦。咁你見左邊其實都全部都係實色嚟嘅。咁但係你問我咧，咁呢個表達方法其實就非常之精彩。另外一樣嘢，頭先阿嘉都講得好清楚噶啦。本身其實大家有買呢一隻Sabre 嘅 SHF 嘅話咧，都已經見到有唔少嘅偷工減料。而今次呢一隻咩相啊 ？A 相偷工減料嘅情況係更加嚴重。咁啊，見到本身前邊嘅劍。非常之靚啦，後邊同呢一個大家早前買嘅係一模一樣，都係唔會有半點上色嘅。另外腰帶，本書仔係啦，大家要玩拉打就梗係睇腰帶啦。你都真係可以幫襯呢一個改造屋，你係冇理由唔幫襯。不過本身因為始終佢用咗呢一個彩透嘅表達方法咧，咁變咗有好多縱使係省略咗嘅地方咧，亦都唔會覺得好突兀。係、嗯、因為佢露咗入邊嗰啲嘢出嚟，令到佢好似係啦。咁我感即係感覺都豐富咗，同埋有時真係你上咗色咧，亦都未必係幫對件事即係幫到手嘅。除咗把劍，嗯，真好啦，咁啊又係咁演喐一喐啦。咁啊，然後除咗剛才所提到嘅部分之外咧，其實佢嗰個透明紅嘅手臂咧。嘅側面你會見到佢有橙色嘅一條拉花啦，咁但係其實咧嗰條拉花咧本身原版嗰陣時咧係唔止一條噶，係除咗呢條之外咧對稱嘅後面呢度咧都有上色嘅，但係佢呢度就冇啦。係同呢一個玩玩掌動係一樣嘅，一模一樣。咁然後咧除咗呢個位置之外咧，其實甚至乎個手背甲咧本身都係有上一個金屬橙色嘅，但係嚟到呢度。係乜嘢都冇嘅，係就將呢一個，咦啊！我要裝翻，因為佢好鬼老土啊！佢係要你零零舍舍啲拳頭嗰個手背甲咧，自己要掹翻出嚟裝翻上去嘅，即係其實幾鬼老舊。係，咁我就望到我先，咦？佢真係忘記咗佢最重要呢一樣嘢。唔緊要啦，佢都係透明啫嘛。反正都係透明，裝咗之後都係透明，其實都冇乜分別。啊！但阿嘉，我想問下你咧，如果你覺得咧，如果呢一隻嗰啲黑色嗰啲部件咧，都變埋做黑色透明，會唔會靚咧？我又覺得唔會，因為定係都係咁樣做個對比好睇啲。我個人咧，我就覺得黑透咧，其實冇話靚過原本嘅。咁同埋佢本身個黑色咧，大部分係用瓦色嚟去表達啦，其實佢都撞咗個質感出嚟。咁我自己會覺得彩色嘅地方做透明，其實嗰、那個。變化係大啲嘅，即係整體嚟講，你會覺得個層次感多咗嘅。咁啊，所以我就一路都幾中意呢隻 Sabre 就係咁樣。你係咪就係散賣咗呢一隻啊？係啦，冇錯啦，我就淨係散賣咗呢隻。咁然後我就準備掉咗屋企嘅原色佢。哇！咁誇張，送佢一程。我嬲咗佢好耐㗎啦，已經。包括佢把劍唔上色。係呢個真係太過分。簡直，唉。攞去，搣咗佢咯。哇！有啲道理，好喎。啊，梗係啦。有啲道理。好，咁啊，都係咁以擺一擺個 pose 啦。
好，摩卡唔該。不過如果你咁計咧，咁計翻條數咧，咁呢只其實同嗰只原版其實唔差太遠價錢嘅喎。冇錯啊，原版係咯，原版都二百幾，二百幾咯。誒，二百二定係平啲嘅，平啲嘅223嘅啫。係啊係，我記得200頭。係啦，而家呢只咧？而家呢只我同人收就300多蚊，係咯，都係爭100蚊到啫。係啊，但係個問題係你靚咗好多啊嘛。係咯，係啊。好 ，next 啦。好啦，哦，都好。咁啊，本身如果就住 A、B、C、D 相嚟講咧，最高價值780蚊以上嘅就係呢個 B 相。Come in lighter 001001001。好啦，咁啊，後邊說明書啦，側跟就係嗰個顯示啦，正面。其實你問我呢一個透明嘅表達方法咧，我覺得係似呢一個 realizing hopper， 係啊，好似啊，呢一個原本嘅，好似啊 ，rising hopper 嘅。哇！但我又會覺得佢以同樣嘅演繹方式嚟講咧，其實佢又冇 realizing hopper 咁靚。嗯，因為 Velasquez Hopper 個變化嗰個感覺，佢有少少漸變綠咁樣啦嚇。同埋佢原本咧用嗰個漸變嘅原因咧，佢就因為佢想噴漆遮咗啲裝配處，就淨係留啲唔會穿崩嘅地方俾你睇下佢係透明咁樣樣嘅。咁但係正正呢個版本就反其道而行，就俾你睇下佢啲裝配處咁樣樣。好，能夠阻止你嘅人只有我。本身亦都唔需要再多講噶啦，咁啊 ，Zero One 佢所有嘅透明件，正正就係佢呢一個熒光色嘅外格，所以變咗根本成件事都唔需要好特別去處理嘅話咧，都已經好 match。咁啊，黑色嘅膠底配上紅色嘅線，同埋呢個銀色嘅滲邊或者呢一個主體，成件事好出。亦都冇辦法，真係就住除咗本身 Zero One 嗰個受歡迎程度高之外咧，佢今次呢一個 SHF 嘅彩透呢一個配搭咧，亦都無可否認地非常之襯嘅。但係咧，呢隻 Zero One 咧，其實有個地方好得意嘅，大家睇落去咧，覺得個黑色咧係黑色啦，但係其實佢係一個黑鐵色嚟嘅，佢帶灰同埋有少少閃粉喺入邊嘅。咁啊係啦，你仔細睇我哋會見嗰啲肩甲其實唔係黑色，或者個身體都唔係黑色嚟噶，佢一個黑鐵色咯，帶一點點閃粉嘅個肩。咁所以佢成隻咧都同之前嗰啲一樣，佢係帶少灰，即係同啡透明身體黑代替黑色部分嘅嚟講咧，佢睇落個觀感上係好接近嘅，就因為佢都係灰灰地咁樣。咁啊，多句啦，咁見到本身就住個造型嚟講咧，都唔需要再多講噶啦。咁啊，當然亦都。非常之正嘅腰帶，佢應該完全冇改嘅呢一個。係。係啦，咁啊用翻原本嘅腰帶擺翻落去。實質嘅完全係。托賴都靚嘅，咁啊如果即係大家覺得佢係似呢一個 realizing hopper 嘅，因為本身佢嗰個 postage key 咧都真係即係形形地光啊！你用翻藍色黐翻張 sticker 上去咧，你不如吹佢話係呢一個 realizing hopper， 我覺得都冇問題嘅。好啦，咁啊。大家就住呢四隻中意邊一隻多啲咧，咁就可以自己再諗諗啦。咁啊，本身坊間亦都有呢一個散賣嘅，價錢就不一。咁啊，睇下真係你自己喜歡邊一隻啦。幾位如果純粹講即係自己心水咧，有冇即係可以分享一下？我先啦，好嘛？如果頭先睇完四隻咧，我自己始終都係覺得Zero One 咯，我自己都係中意。雖然你話好似 Realizing 咧，咁但係其實佢都有一種透明咗係好似有型咗嘅一個感覺，係真係。透明咗，有型咗。係啦。我冇得講啊！我係 Saber 粉嚟嘅，已經係啊。雖然其實成套嘢咧。我又唔中意嘅主角，睇咗兩集之後就冇睇。但係咧，其實我覺得佢個好多皮套嘅設計其實都幾靚，同埋因為即係我係對啲揸劍咪比較情意結啦，所以其實佢出咧嚟緊佢出啲方嘅，我基本上全部都買曬，唔知點解嘅，但係唔係好中意嘅有啲。咁啊，德哥咧？我自己嚟講咧，我都係 Zero One。因為先唔好講話，我真係中意 Zero One 多啲先啦，即係持平少少講。如果純粹就住今次呢個表達方法咧，對於
Rising Hopper 嚟講其實係有優勢嘅，所以變咗根本佢呢啲夾你落呢一個熒光色就同你開即係睇 opening 嗰陣時嗰個感覺唔會有太大落差，咁變咗成件事嗰個配搭係非常之完美。唔好意思，半 OT 唔係你都 OT。喂，你哋有冇人買咗嗰啲一比十二嗰啲扭蛋八十年代 camera 電視機啊？冇，嗰啲唔係一比十二，爭少少嘅。唔係一比十二嘅咩？我諗住襯呢啲好似。其實應該都 OK， 但係會大一啲啲咁多咯。不如果我覺得佢能夠再透多少少就更好。嗱，我都覺得係，但係佢啲妝透多少少，再明顯，佢再透多少少，你見到頭嗰啲嗰啲妝位啊，嗰啲會幾突啊！即係你想佢透到好似頭先 Saber 嗰個咁。係啦，我想佢再透啲，個感覺就好似再透明啲。佢哋我諗佢哋應該有試過，不過賴阿爺，所以就轉成呢個色。好，好啦，跟住1780蚊。跟住呢個係。是同一個還是11.1？不用不用，都是最後這個，沒錯，這個真的，哇，最後了，所以我這一樣是最後才介紹它。好，那麼last獎，在這個SHF來說，如果純粹說這個滅亡迅雷或者整個Zero One呢，應該炒得最厲害，就是滅。我不要說一番獎，本身就著single的一隻，都好像千多了，現在都，是啊，千多，你哇！你裝備又唔多，價錢原本個 yen 價又平，過千喎。係啊，佢仲要黐線㗎。千到尾係拍住呢個真骨三巨頭嘅價格嚟嘅。係啊，但係當然有冇成交嗰件事啦。冇錯，咁啊見到都係嗰句啦。作為呢個 last 獎，究竟佢俾咗啲咩你咧？嗱，説明書就係咁啦。就話俾你聽，啱啱嗰啲有冇熒光？應該冇熒光。冇啦，冇啦，冇啦，冇啦。但其實有時有啲透明件本身有啲熒光反應嘅，我諗有機會有嘅。呢個可以自己試下嘅。係啊，試下再話你知啊。係啦 ，last 獎俾啲咩配件你咧？拳頭一對。哇！有拳頭啊！哇！多謝，俾足面啊！即係到底一翻相嘅呢個部門？了唔了解下大家係需要啲咩？同埋多一句，你做得 last 獎，我初初都起碼預你齊件啊！係咯，咩叫齊件啊？即係本身佢嗰啲裝配有翻曬，我唔係好過分啊呢個要求。不過大家見到嘅就係咁多啦。唔單止唔齊，仲要兼有呢件。好啦，喂，我係雙配燈。咦？哦，佢係個紫色透明嘅。係啦。但你個即係如果純粹就住個實物，你話嗰個紫色咧，就同當年嘅抽獎 SIC 嘅響鬼響鬼啊係一樣嘅，好似好似我可以答得你好快，係一樣嘅。又真係喎、哦！咁本身因為有兩位玩具 TV 嘅型男用住呢一個大光燈射住，先至有呢一個效果。如果唔係，如果你就咁樣拎走曬啲大光燈咧，係非常之暗淡嘅一回事嚟嘅。咁當然，如果你真係話影相有愛嘅，你真係要用盡最大嘅火力打落去，咁就靚啦。我重申多次，係用盡最大嘅光源打落去，咁就靚啦。同埋咧，佢冇乜上色嘅，所以你唔使驚佢照得耐會褪色嘅。你可以乾脆直接照住佢都冇問題。本身都可以望到，其實就住滅喎。哇！哇！得掂好掂。哇！哇！完全唔同咗層次喎，大佬。哦。哇！導演嘅專業裝備係真係專業啲啊！好精兵啊！佢依家燈台咁款啊！都係嗰句。哇！咪華咁啊！鏡頭前面嘅朋友，你買翻嚟冇呢個效果㗎，老老實實啊！導演你眼燈幾多錢啊？眼燈幾多錢啊？唔係一定平過隻面，呢啲好貴㗎，真係好有型喎，幾嚿水啊都要。哇，好冰冰喎，好似紫水晶咁喎變咗。淡淡然又得，哇！打質光又得，咁樣好似靚啲喎，冇錯。淡淡然掠過神秘幽冥。嗱，本身成隻嘢其實佢係用咗成形式去整出嚟，除咗腰帶。咁本身頭先你見，譬如話真係射住好削喎，而家係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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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黑到咧，你本身頭先譬如話 Zero One 嗰啲咧，你都會見到佢嗰個本體咧都有少少金屬色，同埋有啲銀粉咧撈咗落去。呢一隻係完全冇嘅，什麼鬼都沒有啊！所以你見到手臂啊、心口啊，全部都係灰件嚟㗎，係成形式嚟嘅。
有上色的頭罩、腰帶、對眼咯，揾唔到，好難揾啊！真係冇咯，腳咯。嗰、那個銀色係啤色嚟㗎，有啲係噴嘅，黑鐵有少少係噴嘅。哇！你睇到啊？係啊係啊，呢、這個有有呢啲係噴嘅，有一點點油漆。油漆粉係，但係都嗰句整體係非常之膠。你留意翻佢隻最殺食嘅左臂，你唔喐住。好。咦？佢多咗支嘢喎，但係之前冇喎呢支膠。應該有嘅，應該有啊，有啊。係咩？係咩？係咩？因為我原本頭Ricky 諗住叫我帶埋隻原裝嚟，我婉拒咗啫，所以我頭先立一立係有㗎。哦。咁我見到成隻手。當然紫色全部件我想都是九成都是透明的了，但是手臂的外甲都是用了灰灰地的銀色的成形色，所以變了真是麻麻地。然後個別一些大家之前吐槽了很久的地方也沒有改，例如隻眼它為什麼裡面是用白色啦，就變了它反出來的顏色不太漂亮、啊、因為跟著之前是很多師兄教你拆了個眼罩，對，就不斷吞吞吞吞吞半個鏡子入去之後就靚到飛起啦隻眼。冇錯，咁啊，所以就住隻滅有啲咩可以講咧？其實就真係冇乜嘢好講噶啦。只能夠話喺現今炒緊嘅時間，即係原色炒到飛起嘅時間。我啱見師兄話咧，原色係炒到2500。哇！1500係冇人放㗎。咁2500啊，直情真骨嘅三巨頭都過咯喎。over 咗啦，係啊。係咯。咁但係好可惜啊，佢淹咗你把弓之後，佢個顏色仲搞成咁樣樣。咁啊，都叫即係變相俾個機會，大家有機會低過原色嘅價格入手啦。竟然呢一隻係唔使，唔好叫炒價咯，咁1700。係啊。喂，大佬，我即係基本上我可以即係。買翻呢一隻衝住雞頭，即係唔要隻原色滅啫喎。唔該，再打多次燈。咁啊，嗱，但係唔係喎？就算你揾到把弓翻嚟咧，師兄話當佢再版都正啦。不過望下佢有冇把弓啦。咁但係個問題係，佢係冇揸把弓嘅手㗎，你係要收埋隻手㗎。係。好大鑊㗎呢個。所以成件事都幾難搞㗎，你問我就。好啦，咁唯有咁睇啦。好，咁啊，今次嘅一番相就如我哋歇一歇，繼續 SHF。好，轉頭見。哇！呢一 part 勁。